这位谁呀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？他是谁呀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嘛？你别打了！哎，郭总，小龙，你干什么你？叫保安！你干什么？哪样？你干什么？疯了吧你！好了，管住了！高高高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 家的事儿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是不是从边上回我啊你？你有人先告状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跟他姓郭子怎么回事？怎么不是关你屁事儿啊？人家安慰我行不行？你眼里不是只有房梅吗？你管他去啊！你们不是天造地设，青梅竹马吗？别转移话题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他姓郭子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谁不像话？ 我告诉你，那老太太才不像话呢！她每天逢人就说她女儿迟早要回来跟你一块过的。你觉得这样像话吗？就算老太太这么说了，她糊涂并不等于你可以在外边乱来。谁乱来了？小东海，我告诉你，在我眼里，你现在是最不正常的人。你和方梅从来都是最变态的人，还有那老太太。你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了，林妮，你就是跟这帮乱七八糟男女鬼混混成这样了，你现在哪有一点女人味儿啊你？怎么样才有女人味儿？ 是不是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才有女人味儿啊？你们老的小的都欺负我，我不能吭声才叫女人味儿啊！是不是在你眼里只有方梅才女人味儿啊？别给我提方梅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事跟她没关系，别再提方梅，听见没有？我怎么就不能提了？我凭什么不能提啊？她亲妈都阻挡我家里来了，还得给我老公洗衣服，我为什么不能提？ 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受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家待了。走啊！哎，谁拿车？把他抓到监狱里面去！走，跟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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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
要乖乖的，不要惹你爸爸生气。其实李林阿姨也不是坏人，你不要把心思放在她这，你一定要好好念书。你书念好了，外婆脸上就有光。他们欺负你，我要替你报仇。哦，千万不要这样说，千万不要。你好好念书，将来做了大事情，外婆脸上就有光，就是替外婆出气啊。我愿意这样啊，那不是我倒霉吗？谁让我碰上的女的个个都跟母夜叉似的。这黎妮儿可不是母夜叉，她即使是也是让你给迫害的。我当初我就没看清楚她的本来面目，谁知道她越来越变得这么可恶，比方美还可恶啊。嗯，那不能比。还行，你小子还算理智尚存。我跟你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吧，主要的责任都在你。你说也就黎妮这个傻大姐能够谦让你，你换个人试试，不把你闹翻天才怪呢。不，你到底想要什么呀？你还想怎么着啊你啊？不是，怎么一说到黎妮你情绪就激动？那是我老婆啊。不是你丫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说，你一点美好的感情你都不懂，你这个人没法跟你说话。你，我走错门了。哎，别，正说你呢。快来。说我什么呀？狗嘴里能吐出象牙来吗？别，谢。骨折了，发烧了，慈悲为怀吧啊。你来干嘛呀？看病啊？我爸胃出血病了。对，是有个胃出血病人，我不知道是你爸呀，那我赶紧去看看。我，哎呀，行，你老实在那儿坐着啊。夫妻吵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沟通啊。那个，我像呢，指标都超得很高，是不是？最少三个月不能背。你作为飞行员的妻子，体谅体谅他啊。你快跟他聊一聊，我去看看你爸。特恨我吧？没有。撒谎。从咱们认识起，你就总说我撒谎。但那样，我从来没有骗过你。说这些有意思吗？遇到过的最善良、最朴实、最纯洁的女孩子。你干脆说我最傻、最二得了。北北的外婆今天已经回老家了，不会再回来了。真的？那我们俩也不止这一件事儿。那咱们俩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
啊，不就是你想生个小孩吗？咱们现在就生啊。正好我现在也飞不了。啊，你指标都不合格了，你就生孩子了，那不残废吗？那行行行，那听你的，你想什么时候生，咱们就什么时候生。我现在还不想生了呢。笑什么笑？你不服啊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喂，干嘛去啦？要去医院查妇科了吧？没怀上吧？你一个小孩懂什么叫妇科呀？复杂不复杂啊？就你那点人生常识有什么不懂啊？年过三十，特别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呗。我要是你，我也那么想。你想的也太早点了吧？打个比方，谁还真想啊？就算真想，告不告你？你又不是我妈。哎，女人是小孩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怎么到你这儿就那么难呀？我不想跟你商量这事儿，行不行？外婆说了，女人生小孩还是要趁早，早生早恢复呀。我妈生我时，她23岁。说完，我立刻变得特别苗条，水电了都不相信她生过小孩，还以为她不到20呢。想不想看看我妈的照片？不想。我妈看着比你年轻多了，你才30几呢。你什么意思吧？我妈都快40了，看着还像20几呢。你妈永远是吧？全世界就她最年轻最漂亮，行了吧？还有没有点新鲜的你啊？你怎么不说你妈是全世界结婚最多的人啊？你是小孩，跟你说什么也不懂，赶紧回家吧。切，我什么不知道，就你了解。我外婆说，婚姻跟爱情是两回事儿。我妈结婚再多也不影响她爱我爸爸。做饭，想饿死我！我在你第一个抽屉里放了包饼干，你先吃点吧。妮儿，你能快点吗？这那么长时间，我这都憋不住了。干嘛？又没有？什么没有啊？没怀上。你说呢？我说这段时间正好，你又不飞，我也不出差，正好天时地利人和。你说明这你咋不认真呢？这事你还让我怎么认真啊？你情绪不好。我问你，你这段时间有没有背着我偷偷的抽烟喝酒啊？当然不可能了，我怎么？你干嘛你？我看你就是个想要孩子。我说你这个人就是一点实话都没有。你这么说你特别想才行，知道吗？行。哎，你先让我把我现在最想的解决了，我回头就想你想那事儿啊。什么？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什么呀？谁的事儿？不是，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。钱东海，钱东海，你快点啊！别磨蹭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李阳，约了你们总经理。李先生，您稍等。西西啊，李先生到了。是。您稍等。啊。李阳，
小胡，没想到是我吧？你还能记得我啊？我连个毛给忘了呢。进去吧，我们老板有个会，让我先接待你。啊，走，走吧。哪边？这边。李厂长，走。谢谢。喝什么？啊，随便。喝茶。我记得你喝茶，你说你喝不惯咖啡的苦味儿，加了糖呢，有些味道太复杂，不如茶来的清澈自然。我说过那么酸的话吗？不会吧？我不觉得酸啊，我倒觉得蛮有回味的，就像茶一样。嗯。走。这种事儿啊，你不能着急，越急越怀不上。能不急吗？你们家二丫那孩子都上小学了，我可倒好。不一样，你是大经理。大你个头啊！我告诉你吧，我现在一看见好玩的小孩啊，我真想把他抱走。要不是偷小孩犯法，我真想当一小偷。去你的！对了，我差点忘了一样东西给你。这洋洋给你的，什么呀？我不要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替你推过，但他死乞白赖让我给你的。现在大壮身体也不是很好，你就拿着吧。你拿着，洋洋能高兴一点，你懂的。行，我拿着。那你替我谢谢他，我会尽快还给他。你们俩就甭客气了。哎，杨，嗯，杨洋最近来找过你吗？没有，那次之后再没来过。他过得不容易，要那陈真真不那么霸道，他们能过得比现在强吗？可是陈真真对他也是真好，这点你也不能否认。是，我是希望他们俩好好过。感情经不起这么折腾。你说你们俩互相惦记着、牵挂着，还不能在一块儿，这人的日子怎么过得那么别扭？小时候谁都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，结婚、生孩子、过一辈子。可是妮儿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不算。咱都好好过，啊，嗯，那你赶紧帮我想想办法吧，找个专家什么的，总比自己不知道强。